相信赞美可以经历改变。我相信赞美可以经历改变。Amen。 有多少人相信今天当我们来到这边赞美的时候就要经历改变？ Amen。 你的生命要再一次被神来翻转。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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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当我们聚集起来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Amen。 Amen。 我要再次来说，今天的敬拜不在于台上我们唱的怎么样，不在于我们的音乐怎么样，但是只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心合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样子就能够经历那赞美的改变。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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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真的真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命的改变，好不好？现在每一个人你都闭起你的双眼，然后高举你的双手。今天我们要用一首新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可能不是很会唱没关系，但是向你内心的深处去聆听神所要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诗篇他说，他在母腹中他已塑造了我们，在我们未成形之前他知道我们，在你都还不知道你的未来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了你。哈利路亚。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赐下人口尊冕，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先超过一切。患难困苦似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Come on， 高举你的双手来，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似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来唱耶稣，耶稣。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再来唱一次。我算什么？你已经顾念，对了，他顾念我们每一个人。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
决。我们再下唱，当我放下自己，追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当我抬头仰望你，大声的向神来唱，哦，我仰望你，愿胜过一切患难困苦，死亦有苦，也无法将我完全的安息在神的怀抱当中，欢欣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敞开你的心，向着耶稣，哦，你赎回我的生命，耶稣，耶稣，耶稣，一切唱，不再悲伤。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一起来，我放下自己，他们再大声一点，我的灵，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当我抬头，对了，抬头仰望，耶稣就在这里，多么爱我，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
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你对爱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觉得爱是比较出来的，很多人觉得因为我比较好，我比较优秀，我比较有用，我长得比较好看，所以人会爱我。但是今天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不是比较出来的，他爱我们是从我们在母腹里头，从我们被创造的那一刹那开始，他就已经爱了我们。阿们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创造了天，为我们创造了地，他爱我们，所以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今天花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浸泡在神的爱里头。我想要让你知道，你不需要再去找别的爱，你不需要再去找，不需要再比较，因为上帝他已经爱了你。上帝的爱今天要更多的充满在你的心里，他的爱要更多更真实的彰显在你的生命里头，让你没有办法否认，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从你的心深处要有神的爱开始满溢出来。所以好不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感觉神的爱今天很强烈的要在这里来动工，所以每一个人举起你的双手，让神的爱现在就要浇灌在你的生命里头，从前面到后面，从左边到右边，每一个人，我相信上帝的爱今天要更多的浇灌在你的里头。我们一起开口，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圣灵来临，圣灵来临，时候你想要开始爱他，你想要开始跟他有交流，你想要开始去认识他，想要跟他成为朋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能不敞开你的心，你不能是冷漠的，你不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你不能是面无表情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人他一定感受不到你的爱，对吗？所以今天当上帝他要来爱你的时候，他在寻找的是一个可以爱的人。什么叫可以爱的人？就是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当你愿意来回应他。我想让你知道，当你愿意回应他的时候，你跨出那一步，上帝会跨那千步万步到你的心里头，上帝他的爱会开始更多的充满在你的里面。所以待会当我们再一次来祷告的时候，给上帝一点更热烈一点的回应，更热情的回应，来回应上帝的爱。让今天我们一起来经历，让今天我们一起来，让上帝的爱可以再次充满在你的心里头。所以如果这是你的话，你说今天我愿意敞开我的心，让上帝的爱再次浇灌在我的心里头，你举起你的双手，我们要一起来回应神，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再一次开口来祷告。圣耶拉巴耶拉巴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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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自意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今天把这首歌当成是你的祷告，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对上帝来唱，患难困苦，死因有苦，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亲爱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上帝，谢谢你用你的爱赎回了我们的生命，上帝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再一次的来遇见你，上帝，让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上帝，让我们每一次闭上眼睛的时候，就能够被你的爱来触摸。上帝，祷告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都被你的爱释放，被你的爱恢复，让他们今天带着你的同在，从头到末了。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让我们给爱我们的神一个热烈的掌声。坐下以前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来聚会，高兴今天跟你一起来聚会，很高兴可以一起来聚会，一起享受在神的爱当中。接下来也是要 来到一个让我们十分开心的环节，就是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聚会，来到我们的活动，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想邀请你从你的位置上起立，我们也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给他一个非常热情的欢迎，而我们也有一个小礼物想要送给你，所以新朋友请你不要害羞，也请弟兄姐妹也不要害羞，大家都热情一点。好，新朋友预备好咯，我要数到三咯，一二三，请新朋友起立，这边中间有一个，后面也有，斜排这边也有，这里也有，来，那个热情的部分拿起来，拿起来，握到手，握握，每个人都要握到。好，新朋友们欢迎你。好，请大家可以非常热情，好，回到位置上。那接下来呢，是来到一个对于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来收奉献。刚好今天在出街查经课的时候，最后一课就是奉献的习惯。有人就是已经查过这一课的，请举手。你知道你确信你已经查到出街的最后一课的？还那么多人没有，我再认真看一次哦。出街最后一课奉献的习惯。嗯，好，小区长们、小组长们看一下哦，左右给你们机会抓一下谁还没上过出街。他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个义务，但是我们额外的奉献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所以我想鼓励你，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他这边还讲到一个是耶稣看重我们的奉献不是在于金钱，而是在于我们的态度。所以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把你的奉献投下去，所以邀请你，鼓励你，每一次来到聚会当中，你的奉献是已经预备好的，这是一份你要对神
表明你的爱的礼物。所以如果你需要信封带，请举起手来，我们的招待会来服侍你。那边有，好，后面也有，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拿着我们的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再次的把我们奉献恭敬的放在你的手中。上帝，我们相信你会来祝福我们所奉献的金钱，你会祝福在你的国度，我们会看见更多需要被满足。上帝，就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摆上，就求你持续的祝福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这样向你祷告，就是奉靠你得胜的名求， Amen。 请招待可以来服侍。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们要邀请所有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饼跟主的杯。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再一次纪念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像刚刚那首歌我们一起唱到的，上帝为我们创造了天和地，上帝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每一个月在这个日子的时候，都鼓励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数算上帝是怎么样原谅了你的过去，去想上帝是给了你多么多的恩典，让你可以有再一次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爱。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的赦免，将我世上敬卑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寂寞轮回，真是何等高贵，不再捆绑，尽的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
主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所舍的。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领受。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承受的一切，谢谢你用你自己 来换取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谢谢你把苦杯给了你自己，让福杯给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是多找一点人，快点，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再多找一些不认识的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大家请坐。